银头院写出来会发亮。你家的字怎么叫银头院？我要去买。这就是我们上次送那件房子。对。银头院就没有，一定要记得写。写出来会比较艳丽。要不然你走过去，我怎么会走？不知道是正确。还是要加一点嘛。中车没有纸，只怕他家没有到市政府。打开大盖子，打不开就打开大盖子。把那个大的盖子打开就好了。对，加过去半个小时，半个小时。开车，是开。打不开啊。打不开。那回来从那里去，你要送水，那我好久去。从那上面是不是安全？好。上面的上面最妙啊！好远的。放假，大嫂，好了。我出来上了车，到台北。就这样啊。没有人开到快，我回家。老师，不要讲了，老师。如果说你女儿可以开车带你跟我的话，就很快了。不是，到处也是靠自己。对，不能这样去医院。对。有用最重要，如果有用的话就没关系。对。中西合用，还有过来的。对呀，在桌子上有那个100块，就是像是爸爸跟儿子不同的日子。真的？我觉得哈，爸爸还是用的是点穴，他还是给你整个筋。他也有点穴。但是不是他的像扣什么样他说我是很虚他不给他安慰你那个主编人呢话比较少比较写那么大，但可以写粗一点。那最好是去这个河南千塘去摘的这个主人的句子。哎，那个把它盖起来，那空气进去那个会凝固。千塘去摘，对劲。好，也是上个礼拜六去，都约点20。千塘之灾的句子。我跟我老公那因为这里比较左边，这个比较句子这里比较空，所以我落稿落在这里，我可以降低一点。斜飞过客，花絮主人。落款呢，在主的左边。
那能够跟这么窄的距离能够把它做这个收拢的，要不也到印章盖在这里啊，这样整张就很成功啊。再来一个。